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麦巴比梦想同圣日门赢得欧冠。麦巴比最近接受巴黎圣日门官方杂志嘅采访，佢表示自己最大嘅梦想咧，就系同球队一齐赢欧冠冠军。咁麦巴比目前嘅合同咧，将系2022年到期，但至今咧佢仍未同意同球会去续约。咁有消息就話佢已經多次拒絕咗巴黎聖日門開出嘅新合同啦，並表示想去其他地方接受新挑戰嘅態度。咁最近喺接受巴黎聖日門官方雜誌採訪嘅時候，麥巴比就話啦：我最大嘅夢想咧係同巴黎聖日門一齊贏得歐冠冠軍，這個將會係好美妙嘅。媒體盛傳皇馬仍在密切關注呢名嘅法國前鋒，並正喺度籌集資金啦，嘗試將佢簽翻嚟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俾 like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